我们看46啊，ao 及的，接在形容词的后边，表示状态的变化，也就是把形容词变成动词。높다，高，높아지다 呢是变高，멀다，远，멀어지다是变远，중요하다重要，중요해지다呢是变得重要啊。那它有一个变化的话呢，它当然是一个动词了。혈압이높아지면심혈관질병의발병위험이커집니다。血管那个血压高啊，在这里높아지면啊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的危险呢就会变高了啊。像这个例子啊，实际上它是这样的，높아지다的话呢，就从低到高啊。那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혈압이높으면也是可以啊，就血压高的话怎么样？那血压高和变高呢？那当然是不一样了啊，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表达。면도칼이무뎌지면피부에자극을줄수있습니다。면도칼是刮胡刀，무뎌지다它原型是무디다，무디다什么呢？变得钝啊，可能会这个刺激到皮肤。这个是一个啊，46。46